怎么了你？可能累了，我觉得老马。那肯定冷了吧？我帮你们烧点水。怎么了嘛？怎么了嘛？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天下着雨，那个鞋子一会儿就，那个底包就潮了。我想去买双那个鞋套，鞋套要套在皮鞋上，这样走走才能撑住。本来那个钱够了，他非要吃。不要吃冰淇淋，倩倩。哎，看到一个球鞋39块。哇，没钱。想吃冰淇淋。你喜欢冰淇淋啊？你我喜欢冰淇淋。Action！ 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太假了。你就想到自己吃冰淇淋。关键老妈没说她冷。他不用说冷呀，就像我平时问你你饿不，你不用说饿我就知道你饿。你怎么出去照顾他的啊？难得跟我妈出去一趟，你就把我妈照顾成这样。你好凶。我你怎么当真了？我这是很凶很凶。我出去讲好，我出去过来。不是老妈，你不是你不高兴，你要说，你不说我哪里知道呀。我妈呢你知道，就是那种你知道，就是他很隐忍，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我太理解。他就是虽然他已经很不舒服了，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说，所以就是要你要赶上，你得老妈，我演不下去了。什么东西？剪一下笑了。什么东西？我刚刚好不容易挤了两滴眼泪。你们在演戏吗？我都哭了，你们演什么？哎，你们很过分！哎，你们两个，我把你搞得……哎，你们是这样的，我不想理你了。哎，我很难受的，知道吗？每一家都有啊，每一家都有的，没错。我不管别人。昨天我的联合导演组来骗我。欢迎来到芒果 TV 综艺频道。